啊，做啥事无对啊？有啥事啊？诶，真啊，啊你那喘个安尼，敢是腰肌个发作啊？啊，走起来，老师，过来一个扇着，我都要袂感觉啊。啊，你咧讲啥？啊，你若袂动的哦，啊，赶紧去予医生看啊。唔免啊，对啊，我来问你啦，我今日调查李俊杰，你调查了安怎？伊一直甲我对调调。 我予伊吼对甲袂输了，毋甲袂死，敢管？伊咧甲你干毋是？我哪会拢无发现啊？你无发现，但是我真济咧，紧甲我讲啦，你查着啥物啊？我即两工哦，调查几项啊代志，啊，其中有两项哦，我感觉真特别咧。出特别咧？啥物代志？我发现着，这副总的哦，伊咧耍手机，迄个游戏，有够厉害的呢。啊，而且哦，伊阁会望到明白呢。啊，结果真正五机拢开出来，啊，毋过可惜，伊无去买。<笑>你调查这是要创啥啦？对我即点仔帮助都无。伊安尼哦，我以后是安尼交代你其他重要的代志，互你去做啦。啊？阁有代志我爱处理啊。 刚刚要阁叫我去破坏伊机车的挡害啊！讲到这，我就想起，迄摆车明明就遮尔啊严重，我一见阁无死，伤者人嘛真严重。后摆吼，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互伊枪毙命。是讲即马无骑车，是变做破坏啊？哦，互我掠着哦！诶，副总诶，啊你什么时阵来啊？ 原来就是恁两个咧搞破坏。嗯，无啦，副总，李俊杰，你拄则在听啥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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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莫紧张啊！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咧搞破坏也无我差一格。哎，领导诶，你真的是足无够意思诶，弄我小招，甲你一人走来遮讲公主，你踮遮咧讲秘密，哦，害我咧找你找几百波，找甲足忝诶。 找足久啊，唔像你找着啊！嗯，加讲的是一定来的啦。就是讲，你甲吴俊那头都比当者，恁两个是啥物关系啊？敢讲恁两个是？哎呀，其实即摆社会足进步的啊，无论恁是啥物关系哦，恁勇敢甲讲出来，不要紧哈。俊杰，你是讲几多一家？副总诶。 经理，甲我的关系，唔是你想的安尼啊。其实哦，俊豪是我的外孙啊。啊，李俊豪是你外孙？嗯。那你吴湘美唔就是你的查某囝？嗯。哦，恁查某囝生得足水的呢。嘿嘿嘿，对对对。吴湘美是我的查某囝，哎，真正生得足水的对吧？哦，真正生得足水的对哦。伊迄个是我的菜啊。 我哪会当哦？少年一个二十岁，我绝对甲拍的啦！<笑>别人我唔敢讲啦，啊，不过若是你哦，我一定是举双手赞成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哎，真有够可惜的啊！我哪会当哦？甲伊生日同一个年代哦？你就是我的娘爸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个要你讲妈妈，一个认丈人，你两个是安怎？当作我是无伫家是嘛？ 慢慢安尼，我是刚刚哦，阿公踮遐练一下小话尔，你若遮尔认真哦，你这人哦，手计严肃啊，所以人才会感觉讲你这足假掰，真歹斗阵。你等学恁阿公啦，你看我教伊哦，滴过两摆面了，讲过几句话尔，都变成八字啊，对无？对啦，对啦。对啦，俊豪，做人哦，得爱甲副总学一下，哦，你安尼哦，真正足歹斗阵的。即摆恁两个是安怎？ 你还起来搞西话是嘛？无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我是想讲哦，啊副总诶，即摆当来上班了，伊真正改变足侪呢。诶，那恁吴总呢？我想要借问一下哦，即摆我当来上班，到底甲较早有啥物无同啊？是啊。诶。
不重要。哎，你较早哦，真罕滴，甲阮这个基层的员工开讲。啊，不过你即摆当来上班了，煞我你开时间，甲阮咧连宵话呢。嘿嘿，做主管就要成就你这么安尼，哦，安尼才会得到人心嘛，对不？拜拜拜拜，有啦有影啦。是讲哦，你安尼讲，我搞的较早真正差足侪。嗯，李俊豪，啊，讲起来，恁阿公算的是我阿公才对啊。那呢，你为什么对人讲讲的这样无礼貌？哎呦，好歹那嘛是你的时代，你慢慢哦，对人这样歹声少，对不？副总，无要紧啦。其实哦，俊豪甲小美因母囝对我的态度，拢是安尼无大无小，我已经惯习啊。俊豪哥，你袂用的啦。因头的，你甲恁妈真正拢安尼对待恁阿公哦？伊是我的阿公，我要怎对待是我的代志，交你什么关系啊？你讲。足歹斗阵嘞吼！系啊，你哪哪安尼，我真正是，